对啊，这主要是两种玩具，然后我连火我火弹好像还没练哦，所以，然后队友的话，火妖也没什么好选择哦，只能选树，还是我要去雇一只史莱姆。我现在看一下火妖有什么，这家伙是干嘛的？妖精生命力，这家伙是干嘛的？妖精攻击力，妖精攻击力。没有正常一点的对讲技吗？火属性 1.5 倍，火属性两，这个，好像看来看去就是这家伙最高了哈，那就雇一个吧。雇一下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只要合体完后过关就可以了，懂吗？好，来，我觉得可以哈。然后就决定自主了，五以下可以啦，这个合体之后就变五个成员啦。阿史与他的朋友，这样是多少？两倍攻加25%，两次好像远古时代的洛达队。好，开始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解的是头尾妖只有火跟五个成员以下哈，进关之后记得合体就变五个属性，就变五个成员了。哎呦，好像不错哦。没有新珠了。哇，史莱姆，叮！哇，你看史莱姆果然是神卡，在没有新珠的时候救人一命。差不多了。Hello， 龙武运气是摇，真的。海豹弹嘴安安。好，这边的话，三只全部是一四 ，OK， 下去。打地狱王更新，帮你 QQ。哇，才是输出。其实带火屋也是可以，主要是因为这些血量，为什么没有火珠啊？这些血量已经够少了哈，那再带火屋下去会不得了，所以带火炎骑。真的完完全全没有火珠，看一下好了。好痛，因为这些输出实在太低了，所以我突然觉得火还扎下去好痛。声音好听，感谢。吸引世界要怎么打隐藏关卡？你说中塔吗？那个要打火的四只三还是四只五，然后把中间第三关那个家伙放走。合体。然后先算了，直接开正常。之前我是越攻越强哦。七康我，八康我，能不能一波带走？后面几只攻击好高哦！带走啦！你都不知道该说啥了。哎呀，这种时候就不要说啦。好，这边200,000哈，等，这家伙是没有升华的火肥婆嘛？对吧？看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技能通知已经开了。对啊，这个没办法破防。哇，看来我只能直接破防了。20,000有点困难。转移组出多少？我再来衡量一下我能不能破20,000。好像可以哦。我相信我自己。哇，怎么都转这里？至少先把木人这只干掉吧。有了370,000，好高哦！还有这种操作啊！下一关就是趴盾。趴盾的话，我们可以先开一下这个比较没有什么用的技能哈。然后等一下再自己把火焰开回来。好，神卡史莱姆，精度不够的时候帮忙补血。
哎哎哎，好像可以哦。再来再来。那口哦有哦，我知道龙拼那边的嘛，对吧？伊布要刷吗？蛇夫有用吗？可以当后备的妖精成员啊，因为毕竟木妖能打的真的不多哈、哦。听说他真的能打，哦、而且伊布本身有界王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火焰再开回来。下一关是能力继承哈、哦，能力继承的话，火焰先开回来。哎 ，CD 四耶，难得，啊，直接全开了，800000血。而且隔壁那只有一点防御齁，24万防不行，我觉得应该要全开，反正下一关可以存技能，来来来，我看我够不够？哎、欸，有穿过去100多万，啊这边要稍微存一下技能齁，因为下一关。在下一关的素材会杀人，所以我必须要有一点技能。哎哎哎哎 ，too much too much。哦，居然打了这么多，等着火焰先关掉好了。哦，一个小蝶珠。啊，这边就慢慢磨啦。只要每回合能稳定转出七抗的话，这边应该是绝对不会死哦。过六康了，哎，哎哎，七康不？我觉得可以先开一个这个，稍微打一下。好，又是一个西康。呀，这小爆发一只20几万、啊，这跟以前的感觉差不多啊，好怀念啊！好，快可以过这一个，火源一跳，再开一次。对，开火焰的话，四 combo 以下是不会减少回复力。虽然说我转四 combo 应该就死了，所以六，哎，不要一直给我六康了，这样现在回不来了，钱快拿不回来了。哎，神卡史莱姆，567，好，再一波，再一波。然后下一关是素材哈，素材的话，因为它是扣血100%的关系，所以必须一次带着。死人扣血，我发什么鬼技能？好，这边血量是300万，我们直接开。哎，等一下，哎呦，可以，我可以在洛金那边存技能，没问题。这个，再这个。第一波爆发够不够？哇，没有死！加紧再多存一回合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完全没有火珠，死掉 ！Yes， 吓死！哎、欸，完全没有火珠、欸，哎，是怎么回事啊？然后接下来就这边存技能啦。这个回复力是很够了，主要是因为火焰的关系被压缩回复力了。欸、光焰珠真的超级多哎、欸，火珠反而很少。欸、史莱姆拯救世界。哎。火焰系关掉，有火焰系在的话，那回复力拉不回来啊！天哪，七 combo， 我觉得可以先等一下，先这样，我刚本来想说先打一波的，可是想一下先补血好了。
你居然碰到回血上的困境了，我们直接，然后小打一波好了，啊，直接战场加小先 K 一下，不然真的存太久了。哎，不要太大力了。OK, nice 啊，看下去，哎，三颗而已。OK,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，是把剑再撸回来一次。哎，心术不够啦，怎么办？来点星珠啊，五颗，糟糕，哎，死掉了，糟糕，11624，延迟敌人全体行动一回合，我需要更多星珠 ，nice。好痛苦啊！先想一下哦。从这边起手吗？呀，我这边回复力多少啊？我不能这边看吗？大概2000左右吧。啊，先喷一下了。哎，没有技能可以开，好吧。很好，看起来是很不够。我们开个龙哥，哎，其实够哎。好，看我这王冠，尝尽无限的痛苦了哦。干，早知道刚刚就不先开一个小爆发，把路基打死，天哪！延迟敌人全体行动一回合。哎，好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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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加一组星。那不是有4000多，莫名其妙的。OK, 这新珠还算很够，火焰跳了。5、6啊，痛苦。对，哎，全部都是消除腐蚀。哎，星珠全吃光了，糟糕。拉不回来，刚应该要存技能的，敢算啦，都走到这里就直接吃了吧。干，啊，应该过了啦，可恶，哎，差一回合而已，哎，啊，呜，啊，过了啦，过了啦，过了啦，啊，好可惜哟。哎，好，
王冠洗技能，带走喽！干，这么硬啊！哎，香锁锁有附加效果？哎，我有附加效果吗？还是说是炸他身上的？带走啦！没有石头了。天哪！啊，全诺燕奇一次三成就了，哭哭。耶、yeah, ，没有石头了。我觉得，哎、欸，700灵魂好猛啊！啊，一次三成就啦，合体卡片算一张，所以可以解得到。好多卡片哦、喔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打风金干的树。你觉得可以？好，风金干的树有没有什么成就啊？我来看一下哦、喔。